哇！呢、這個真係好抵好抵啊！哇！這個、呢個Temple 手抽紙巾咧好抵啊！只需要咧10蚊有三包。哇！呢、這個好抵啊 ！Fubigo 嘅黃餃子咧，菌菇三鮮只需要19.99，一包10隻啦。而家係買一送一，即係19.99而有20隻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查理斯。欢迎大家回来再看我们的频道。因为这条片是3月11号我是上了深圳Eon，买完东西立刻回来剪片上show给大家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小红书看到他说Eon原来有一些均一价的优惠。但是之前我看来看去就是说在广东那里有，我都不太sure深圳有没有，所以上去看一看。竟然一开到门口就看到写着均一价，由3月11号至3月24号。咁佢均一價意思咧，就好多產品咧都係10蚊啦、20蚊啦或者30蚊不等。咁咧，所以而家帶大家入去睇下。同埋咧，都好想同大家講句唔好意思啊，因為我病咗咧，所以把聲咧有少少沙啞咁樣咧，真係唔好意思。如果咧睇下聽得好辛苦咧，真係希望原諒啦。咁好啦，嚟到門口咧，見到咧寫住啦，均一價來了。咁咧就3月11號至到24號啦。咁咧，佢應該咧，如果你住喺深圳嘅話咧，可以用永旺到家，即係可能唔同嘅地方去送翻啲貨俾你嘅。咁呢度咧亦都係啦，如果你想申請會員咧，都係可以免費幫你辦理嘅。咁其實咧，我係入去之前咧係冇辦理到啦，因為直接咧趕住入去睇有啲咩貨品買啦。我係埋單嘅時候咧，佢又問我係咪會員啦，咁佢自動就問咗我內地嘅電話 number 啦，咁就即刻可以幫我申請到啦。我咧入到嚟門口咧，就見到好大嘅牌咧，已經寫住3月11號至24號咧，就均一價來啦。咁咧左手邊咧就見到象山酥圓啦，咁啊專門買一啲糕點啦，我都試過，我覺得都幾好食噶。咁喺右手邊咧就會見到一間餅鋪啦、麵包鋪啦，就叫川崎麵包。我就未試過呢一間啦，如果大家試過，可以話我聽好唔好食啊！我入到嚟咧鋪面入面啦。你看到很多不同的牌啦，寫住10蚊均一價啦，亦都咧，你見到睇下周二咧，原來是會員日啦，有啲貨品咧只需要1蚊、2蚊。咁我今日去咧，因為星期一啦，咁我就唔可以買啦。咁其實如果你聽日去啦，如果你哋今日去啦，因為呢條片出嘅就已經係星期二啦，你今日嚟咧就可以用呢啲周二嘅價都可以買到1蚊、2蚊嘅 products， 係有啲5蚊。其實我冇乜點望清楚，因為始終我今日冇得買啦。我看到應該真的很便宜咯。那這裡呢，這個區域呢，就有些買些新鮮的魚啦，新鮮的海鮮。那這當然我們不可以拿回香港啦，只不過show給大家看一下價錢啦。因為今天始終是有一些優惠在做，所以這些價錢呢相對應該是比較便宜的。它有新鮮啦，還有一些雪藏的都有不同的，不過這些大家記住是不可以拿回香港的。大家看到這個呢，內雪的茶，這個就是鴨屎香檸檬茶啦。如果這個呢是香港的優品360呢，都賣緊18蚊兩樽，這裡呢今天呢只需要10蚊三樽咋。我覺得呢個都好特別喎，南方園嘅凍檸茶，唔知係咪真係香港間南方園咧？而家全部都係鴨屎喺度發現，呢個咧亦都係需要10蚊三樽嘅啫。嗱，呢個咧就係 Century 嘅烏龍茶啦，三得利，呢個係350毫升。啊！呢一個咧就係10蚊四樽。我發現呢個最好咧就係如果你寫住10蚊三樽或者10蚊四樽咧，
你可以胡亂去配搭啦。總之想成重新寫住十蚊四樽咧，你可以隨便揀頭先一樽嗰啲綠茶啊，或者加埋其他嘢都得。頭先譬如我見到鴨屎香嘅內雪啦，可以溝呢個蘭芳園嘅檸檬茶都得。咁我哋順便咧都影埋俾大家睇啦。咁呢個伊朗咧其實真係好多唔同嘅飲品啊。不過咧主要嚟講咧，我今日咧想 focus 翻一啲咧均一價咧十蚊有幾多支啊，或者二十蚊有幾多支嘅飲品啦。呢啲因為做緊原價咧，咁我覺得唔需要介紹俾大家嘅。不過你哋如果有機會過嚟咧，都可以望下噶。跟住我哋繼續行，又見到好多飲品喎，飲品都佔咗成幾行啊！同埋隔離又見到啲冷凍食品，例如芝士啊、鮮奶啊咁咯。跟住我哋而家繼續行，又見到其他嘅食物，例如一啲乾糧啦、餅乾啊、麵包啊、蛋糕啊，都好多選擇啊！我哋行到嚟呢边咧，就见到唔同牌子嘅沐浴露啦，有威露士啦，有迪露啦。虽然价钱咧就咁睇咧，30蚊啊、20蚊啊，好似好抵咁。不过就咁睇个 HTV Mall 咧，其实价钱上咧又唔系真系平好多。同埋我本身咧都冇用开呢两种牌子嘅沐浴露，所以咧我都冇买嘅。不过咧纯粹影俾大家睇下啦，做个参考。好啦，這個就是威露士的洗手液啦，兩樽就20蚊嘅，就460ml。咁呢個價錢上咧都幾抵。呢邊咧又均一價啦，20蚊啦，就係一啲糕點啦，不過我就冇食過。係啦，嚟到呢個咧雪櫃啦，就係呢個灣仔碼頭嘅餃子，佢咧就做緊咧37.99咧，有66隻，價錢上咧就應該平過香港。不過我自己個人嚟講咧，就嫌佢個皮厚咗啲，所以咧我就冇買啦。哇！這個好抵啊 ，Fibigo 嘅黃餃子咧，菌菇三鮮只需19.99，一包10隻啦，而家係買一送一，即係19.99而有20隻啊！咁我翻嚟香港咧，再 check 下上網咧啲價錢啦。我見最平咧都要40零蚊咧，先有2包，仲要係8隻1包嘅啫。咁呢一度咧19.99咧，有成20隻咧，真係好抵咯。所以我最終咧都買咗2pack啦。咁但係佢而家買一送一，咁就 total 有4pack 嘅啦。哇！這個咧 Temple 手抽紙巾咧好抵啊，只需要咧10蚊有3包，即係為3.3一包。香港小到極咧都要6-7蚊一包噶。包裝咧可能同香港有少少分別啦，但係價錢真係好實惠。記住咧，而家嘅優惠咧只係由3月10號至到3月24號嘅咋。如果大家啱嘅話咧，就好快啲過嚟買啦。這個其實跟頭先嗰個 Jasmine 嚟嘅一樣啦，呢個咧就係6包裝，買5送1，呢個咧就需要20蚊，即係等於同住10蚊3包一樣。不過呢個咧真係如果大家有位置可以放多啲咧，都不妨買呢一個。呢個咧就係櫻花味。这个是滑雪冠军谷爱凌代言。里面有多少啊？这个是35颗，32颗。啊，32颗。这个是40颗，这是40颗。哦。这个途径39的，都是20，这两样都是20。都是途径出满。咁大家啱啱都聽到咧，我同 promoter 喺度傾偈啦。咁啊，介紹我買呢只洗衣珠啦。咁係來自英國嘅。咁同埋呢一個品牌咧，我都未聽過。但係咧，佢其實好平嘅，20蚊咧有成5個liter啊。咁但係咧，真係太重啦。同埋我屋企咧都用洗衣珠啦，咁我就冇買呢個啦。咁最終我係買咗呢個 Soup Garden 嗰個洗衣珠，因為而家咧係減蚊價啦，就20蚊咧係有成40粒啦，即係圍起得5毫子1粒。哇！這個真的好抵好抵啊！大家見唔見我上次喺掃貨貓同介紹過咧，係23.9兩樽啦。呢個咧記住係補充裝，所以你要有嗰個泵啦。而家咧只需要10蚊一樽咋。
香港咧藥房咧見過最平咧都要$40兩樽咯，依家真係好平啊！即係香港嘅價錢咧，依度可以買到4樽啊，差唔多。如果大家真係過嚟買咧，我真係好想大家買呢一個，因為真係好平。因為我去買單嘅時候咧，我見到有個顧客咧買咗成10多支咯。我諗如果唔係咁平，我應該唔會買咁多支。如果我哋應該係本地人嚟嘅，咁咧即係呢個誠意推介呢一個真係。咁呢個 section 咧，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牌子嘅清潔用品啦。頭先我都講咗 X 嘅洗潔精啦，其實仲有激朗啦、Laba 啦，我記得有立白添嘅。咁咧，其實全部大部分咧洗潔精咧都係$10左右嘅啫。嗱，轉過嚟呢邊咧有呢個紅威寶嘅洗潔精啦，同埋有藍威寶嘅 Multi-Purpose Cleaner 嘅。咁呢啲價錢咧都真係好平。頭先咧，我睇緊咧洗衣珠啦，同埋嗰啲其他嘅嘢啦。有售貨員咧就介紹佢話呢一隻好好用喎，咁咧亦都係只需要$10啦，係橙味嘅洗潔精。咁咧我都諗住買一樽曬試下啦。翻嚟屋企剪片嘅時候咧，咁我等陣上網再 search 啦。原來呢一隻牌子咧，香港係賣到好貴噶。嗱，行到過嚟呢邊咧，就見到好多唔同嘅拖鞋款式啦。咁咧只需要$10一對嘅咋，咁咧記唔記得我上次喺數貨媽有介紹過啦，係$9一對啦。雖然呢度咧貴幾毫子，但系咧花款咧就比較多啲啦。有啲小朋友嘅拖鞋都幾得意噶，都係$10一對。咁咧我決定買一對俾我最細嘅仔仔啦。呢、這個款式咧都算幾多，即係有唔同嘅顏色啦、size 啦、質地啊，都有好多唔同嘅。我最中意就係買呢一對俾我仔仔啦。哇！呢一對女仔嘅拖鞋都幾得意喎 ，unicorn 同埋 rainbow， 還有白兔仔啦。嚟到呢個位置咧，就有好多嘅唔同嘅家居用品啦，例如地拖啊、衣架啊、嗰啲凳仔啊、毛巾啊、洗碗嗰啲刷啊等等啦。咁咧，即係大約影俾大家睇下啦，因為真係太多太多嘢睇啦。咁有啲咧又唔係特別平啦，咁我冇特登再逐一逐一咁影俾大家睇。嗱，嚟到呢個 section， 我哋見到好多兒童嘅日用品啊，例如沐浴露啊、洗手液啊、濕紙巾啊、沖手液之類啊，好多好多唔同嘅款啊！呢個都好抵買啊！只需要$10兩包，用22.5cm。我記得上次掃貨啦，見到咧都要6.9一包，呢、這個咧只需要$10兩包。最緊要係咩呢？唔需要怕話臨期嘅問題啦。雖然上次嗰啲咧都有一個好長嘅日子先到期，不過呢度咧就唔需要諗啦。而家再俾大家睇下其他嘅價錢啦。嗱，呢個大家入得一定好熟悉噶啦。家頓記麵包，我以前細細個都好中意食噶，我都介紹咗兩個仔食啦，佢哋都好中意。咁呢個咧就係一包4個，需要$10啫。有2個芝士味同埋2個花生味。嗱，呢一個咧有拉麵雪啦，呢個咧裡面咧呢個就係3伙伴鮮番茄濃湯拉麵。咁佢寫住咧仲有4粒肉丸子嘅。咁啊，而家減價咧只需要$10一包。呢個咧有一個海底撈啦，照燒雞肉飯，佢話咧加熱15分鐘就即刻食用啦，照熱米飯。呢個咧而家減價咧就只需要12.9。係啦，而家見到呢個咧合味道嘅大裝嘅杯麵啦，有赤豚骨濃湯味啦，同埋呢個赤海鮮龍蝦湯風味，只需要$10兩盒。咁呢啲咧，我見咧7.59咧都要23至24元就3盒嘅啫。大家見到呢個啦，旺旺鮮貝，咧佢咧原價咧就14.9，而家就減到$10。
雖然看下去只是減了4.9%，但其實你計翻個 percentage 嚟嘅咧，其實已經係平咗成1/3㗎啦。嚟到呢個區域咧，我哋就見到啲面食啦，大家認得㗎啦，壽土牌。佢呢一個咧就 XO 滋味醬撈麵啦，有12包，而家只需要20蚊。佢仲送咗一包咧武漢熱乾麵，只係辣嘅麻辣肥腸喎。如果大家比較注重健康，你看到右手邊它有一隻綠色盒包裝，是淮山麵，因為這幾年大家都想注重健康，就盡量吃得健康一點，淮山麵也很健康的，也是需要20元。大家看到這個是白力汁，它也是10元，現在還有10元4盒，有4種不同味啦，呢個十心香小龍蝦味，跟住有呢個海鹽魷魚味，跟住呢個番茄味，同埋呢個披薩味喎，幾特別喎啲味道，我未見過嘅。啊，仲有呢一邊嗰啲係小朋友包裝啲嘅，有抹茶香草味，有呢個嗱蠟筆小新嘅包裝，有呢個抹茶香草味啦，有芝士焗煙花香，藍莓芝士味。跟住咧，亦都集咗一包呢個13香小龍蝦味喎，幾得意喎！嗱，依家睇到咧，呢個丹東嘅紅草莓啊，1kg啊，只需要50蚊咋，係仲平過山姆噶。不過咧，怎望佢個樣咧，又唔算最新鮮，而且係咪已經到過咗呢個當造嘅季節咧？不過以價錢嚟計咧，而家應該一定再平過山姆咯。我記得山姆上次最平最平咧，都要70-80蚊嘅。誒細盒裝啲啦，都係丹東嘅草莓啦，就23.9。咁原本我應該都係大盒咧，再抵啲啦，因為真係個量咧係多好多，佢係1kg。呢個咧只得不過咧得300g，即係其實咧嗰一盒咧係有成3倍咁多噶，但嗰盒只需要50蚊就有啦，呢一個咧都要24蚊。見到呢個咧就係迷你裝啦嘅 Oreo， 啲小朋友最中意食噶啦。哇！而家減價咧只需要3.3咋，原價咧係5.9。哇！行咗幾個鐘，終於行完啦。你睇我哋成車戰利品，你就知入邊實在有太多太多平嘅嘢去買。我哋今日係星期一去，已經見到好多本地人湧住入嚟。如果朋友仔真係 weekend 嚟嘅話，我諗你真係要提早嚟咯。如果唔係大擠塞都似嘅。咁我哋今日 total 咧就用咗410蚊買咗車上面有咁多樣嘢啦。因為今日真係太晏先過嚟啦，所以咧行完樓下咧，剩翻好少時間睇樓上。咁咧我都買咗幾件睡衣俾我啲小朋友啦，因為真係好平啊，都係 around 20蚊一件或者10蚊一件啦。咁一套都係40蚊到嘅啫。好啦，咁總括嚟講咧，今日咧行呢個Aeon咧，我都幾滿意啊。因為咧，其實咧上次我播呢個數貨貓團片咧，有啲朋友仔咧都有留言咧，即係有啲擔心咧啲產品嘅真偽喎。咁我都好理解嘅。咁咧，所以咧嚟到咧Aeon咧，咁我覺得大家就唔需要咁擔心啦。即係睇到唔同嘅品牌咧，我見到都譬如喺唔同嘅國家入貨啦，例如 M 巾咧有啲係丹麥嚟啦。跟住有啲沐浴露咧係澳洲啦，甚至頭先我買一啲洗衣珠咧係英國嘅品牌，咁咧真係好多唔同嘅外國品牌進口啦。咁我諗咧，大家咧點解會中意成日行 Sam's Club 啦、行 Costco 啦，同埋行呢樣呢一類型嘅鋪頭咧？因為咧真係比較佢哋大型啲啦，咁入嘅品牌咧都會有信心啲啦。咁我都發現咧行 Aeon 咧，即係另一個好處咧，就係好過 Sam's Club 同埋 Costco 咧，係我發現咧就唔需要買咁大量啦，亦都唔需要入會啦，同埋咧原來咧減價嘅時候呢啲均一價咧，佢價錢係仲平過 Costco， 仲平過 Sam's Club， 咁好值得嚟行。所以咧，大家如果咧睇呢條片咧中意嘅話咧，如果會過嚟咧，
就趁住而家3月19日至3月24日咧，就快啲過嚟啦！咁我今日嚟呢間 Neon 咧，就係位於東湖嘅呢一間店鋪啦。咁咧，其實佢對面咧就係一個商場啦，叫喜匯城。咁裏面咧，其實都有好多咧我哋大家熟悉嘅餐廳啦。不過今日我真係太晏啦，咁冇時間行。咁下次去行翻，即係拍俾大家睇下。咁而家咧教一教大家咧點樣過嚟啊！咁呢一間 Neon 咧，其實咧屬於羅湖區啦，所以羅湖過嚟咧係最近嘅。咁咧只需要咧要搭地鐵咧，就係由1號線啦，跟住去到老街站咧，我哋就轉3號線，跟住去到田貝站咧，就再轉7號線，就搭到去泰安站。咁成程嘅地鐵咧就需要20分鐘嘅。咁咧再加埋咧行路過嚟咧就要多7分鐘左右啦，所以成程咧你都要預成27分鐘噶。所以咧我就 suggest 大家咧，其實打車過嚟仲快，因為咧只需要咧10分鐘左右咧就已經到噶啦。咁價錢咧，亦都係只需要咧10至11蚊到嘅啫。好啦，咁如果由黃金口岸過嚟咧，咁咧我都係 suggest 打車啦。咁咧就要 around 21分鐘到啦。咁價錢咧就係需要20至21蚊到嘅。咁咧最後咧，教埋大家咧由福田口岸過嚟啦。咁咧如果搭車咧就需要29分鐘嘅，而價錢咧就係由25至26蚊左右。咁咧就其實相對咧福田咧比較遠啲嘅。咁咧今日條片咧就係咁多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咧，記住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啊。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